欢迎收看《恨龙夜夜秀》LB 快问快答，台湾哪个政党最红？最红？哪一种红？你觉得哪一种红呢？知名度吗？还是白里透红吗？或是政治光谱？哎呦，你在挖洞给我跳是不是？不敢讲对不对？统促党啊，够红了吧？哇，棒棒！还有一个也是红色的政党，还有对各位观众，让我们掌声欢迎激进党的吴清大还有陈义琪。好漂亮哦！对啊，来参加演上是不是？下次再参加。哇，好久不见哎！然后陈义琪也是之前有来过夜夜秀的。有伯恩的时候。介绍一下两位吧。OK，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两位来宾。那陈义琪呢，曾经担任记者、讲师、作家，也是激进党的创党党主席。那旁边的吴兴岱呢，是外科医师，目前代表激进党参选台北市港湖区的立委。上次我们一起煎鱼过。对，还有做那个唐嫣红礼，对，而且还大酸黄国昌，白国昌啊，白国昌。哎，你们前两天还跑去监察院丢黄国昌太阳花？哦，我们是拿太阳花丢垃圾。哇，马上进入状况。好，因为两位都算有认识，还是有准备小礼物。我们准备一个，QQ 球，是，我们可以给你三个。这样就是三 Q， 没问题。不喜欢吗？不喜欢三 Q 吗？你们的明星政治人物哎、欸！三 Q， 他是我们的逆增上缘。哎、欸，真的。逆增上缘，他让我们学习成长很多。哦，感恩感恩。哎、欸，你们变得很畏畏缩缩的，是不是因为馆长想要揍你们？你说那个要告我，结果败诉的陈之翰吗？哇！你敢直接这样子讲？骂我又骂不过，只会讲脏话。你们跟馆长黄国昌是不是很多 beef 啊？没有，以前有一个说法叫北国昌南新一，在太阳花的时候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是从南部起家，所以我们是南新一，所以我其实跟他曾经搭配过这样。哦，所以陈伯维是可以聊一下的吗？可以啊，完全没有问题哎。他离开激进党是因为就是 Me Too 事件吗？还是被罢免？你们就把他败掉？不是，他其实有一个秘辛啦，其实是在那个这个可以讲吗？可以，大家想听吗？我们都会剪掉。等一下剪掉，等一下剪掉。秘辛啊，你要只听秘辛？对对对，好可怕、哦。我先讲一下、哦，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啦，其实就是在那个就在桥的当中嘛，哈、哦。那他想要桥。他的一个亲人可能是酒驾累犯，然后他拿了个红酒，因为他政治明星嘛，拿着红酒说，你要就要求我必须要提名这个他的亲人，然后酒驾累犯嘛，酒驾堂哥，嘿，对，然后要我吞下这一杯酒就对了，哦，对，我吞不下去，因为我酒量不好，还好没吞呢，对，因为那时候其实很多人选举，如果吞了之后。激进就不用，就成为酒驾党，以后我们就改成那个台湾酒驾党就好了。毕竟我们不是民众党。吴兴岱很辣哦。对。这一次你是参选内湖南港，是因为其实当时是不太认识你的，可是因为高嘉瑜来上夜夜秀，我 po 一个网军图文骂你，你就来底下酸。没有酸，我正面回应好不好？你们这一群人聚在一起弄我，我只是回一下而已。可是坦白讲，那篇文让你有声量吧？有声量的人做什么都有声量，你们在那个……哇！的确，你今天穿这样，的确好像很需要声量。有看得出来我很想赢吗？我先确认一下，激进党应该比较偏向民进党一点吧？跟统促党比起来，当然是啊。那跟国民党比起来呢？那也当然是啊。那你这样子竞选港湖区立委，不是应该先优先斩掉李彦秀，再处理高嘉瑜吗？可是激进党跟民进党的距离，跟高嘉瑜跟民进党的距离，还说不上谁比较近，谁比较远吧？你不觉得吗？怎么说？我们一开始哦，为什么会选？就是因为我们后来发现啊，高嘉瑜在这一区，其实他的支持者像你一样，柯文哲的支持者比赖清德的支持者还要多。哎，那就发现，哎，他好像是白的，不是绿的。那我就出来当绿的好了，所以我才会出来参选。你看我今天穿的墨绿。哦，哎，墨绿是民众党哦。对啊。讲假的啦，我真墨绿。就是说绿有两种，现在是墨法时代哦，魔佛跟佛说，只要我的徒子徒孙披上袈裟，
传播的哦，就是那个大家以为是佛法，其实是魔法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律不是看你披什么外衣，是看你的主张，看你的理念。你们一定要那个听其言，观其行。那我们看到高嘉瑜，他其实好像是白色的言，白色的行嘛。嗯，对，所以这一区其实是蓝白分裂。回到聊民众党，因为感觉你们很多对民众党的一些政策非常的有意见。其实民众党的政策上面有非常多我们观察到的是属于包牌政策，嗯，因为我们每次看柯文哲不管是总统的政见发表会，他其实讲了一些很模糊的话嘛，我们不能为少数人的利益牺牲多数人的利益，哦，我们不能只看短期利益而牺牲长期利益，这些其实讲两三分钟听起来都是废话，嗯，哦，所以我们就发现他这个废话本质之后，就觉得说，哎，民众党原来就是一个像韩国瑜一样的草包政党。可是柯文哲是医师哦，您也是医师哦，不会惺惺相惜吗？就是因为他是医师，所以我看得出来他在卖什么名堂这样子。因为柯文哲其实很常用外科医师的身份站出来说哦，我们外科医生都怎么样怎么样。在我这个年纪啊，我现在36岁，其实我以上的医师啊，对于柯文哲这样的言行都是非常不屑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每次讲完外科医师，后面接的都是一些很贬低的话，哦，我是外科医师，妇产科都是在女人大腿中讨生活，嗯，这种歧视性的言论其实让很多真正有在开刀的外科医师觉得很不爽。哦，你也是超不爽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是真正有在开刀的外科医师。哇，我知道你不爽到还帮民众党做一首饶舌歌。对，这么有才华，你是 rapper 还是现场可以来这个 rap？ 是可以，但是大家要拱我，我才要唱，不然我会害羞。哦，柯粉也可以一起喊，我没有不接受柯粉的意思。等一下，你唱过现场吗？没有啊。哇，那你这样就输高嘉瑜嘞。所以我刚才才要喝 whisky。 哎，欸，我唱歌有在现场，但是我 rap 没有 rap 现场。哦，对，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各位观众，掌声欢迎吴兴泰的民众党之歌。 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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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eck it out， 民众党之歌 here we go。 因为还没财富自由，他当立委，顺便让党寄生国会。他喝可乐，刘思光的库存战备。他去洗头，拿助理被自愿的回捐。他住豪宅，只敢住其中套房一间。他叫助理去应酬吃饭，却不让人报账。他叫物品补上限价班，加班费没入账。Vote white, vote right。换一个人继续，这一次会对牌。嗯。他党名是用偷的，他政策用包牌的。他号称理性务实科学，却用黑社会组织动员。蓝白合破局，变身墨绿。开始喽！好了，柯P柯P买农地长出水泥，柯P柯P最爱两岸一家亲，柯P柯P市长倒数第一名，柯P柯P妈宝重绿他最新，妈宝主席。好，谢谢吴兴泰。好，请坐，请坐。天哪，这个尺度大开哎！哇塞，我是心脏外科医师。我可以理解柯文哲为什么每次在出包的时候都会说我是外科医师，需要挡一下。对，好好，我觉得现在剩不到几天，不要再唱了，会掉票。但听说你还有真的比较好的才艺可以展现，因为之前我跟你拍监狱的影片，是咔完之后，你竟然跟我讲说，其实你想要靠美色来竞选。你这样讲得很像我这是一个靠美色竞选的候选人，我当然是靠实力啊，只是我刚好也有美色而已。哦，我懂我懂。然后你当时说你想穿别种衣服来扫街，因为我本来其实就是垦丁辣妹，就是我会穿比基尼去浮潜。哇，我只是不排斥。嗯，对。哦，我们这边也蛮适合浮潜的啊。背景是蓝色。今天有准备吗？有准备，有准备。不可能吧？首位穿比基尼登上夜夜秀的来宾。真的麻烦你了，因为刚 rap 一定掉收视率，我们赶快坐回来。那我就去穿咯。对，你去换一下比基尼好不好？好，我去准备一下。啊，掌声给吴兴泰。所以激进党是一个专跑牛肉场的党吗？刚才讲一下哦，就是说现在刚才讲说要靠实力，不是靠时代力量，是靠激进哦。哦，不是靠实力哦。哦，是。可是你们看现在的民众党，是因为几年前民众党还小小的，结果现在马上变第三，甚至到第二大的政党。嗯，那他
们这个小党串生的过程，有没有你们学习的地方？有，当然有。我觉得他们的那个新媒体 YouTube 自媒体的部分做得非常好。对，我那天上那个一个 YouTube 节目，竟然全部刷板干掉我，而且都歪楼。然后我突然觉得说，活在不同的地球。哦。哎，对，所以我那时候才知道说，哇，原来脑可以洗成不同的那个长相，真的好可怕。所以在你们眼中，民众党跟国民党哪一个才是比较亲共的？其实在我觉得就曾小人跟那个伪君子之间的差别啊，都是其实是其实谁是很简单的伪君子，伪君子就是柯文哲啊。其实柯文哲他的那个整个美中等距啦，或者说那个整个那个抢什么美国银行中国警察在旁边的说法，其实都是要让台湾保持中立嘛。一个现实的社会里面不是真空的，大人打小孩，然后我说我们要保持中立，我跟你讲，你就是支持大人把小孩打死，嗯，对不对？因为在那个状态之下，你只能有一种立场，但就阻止大人继续打小孩啊，嗯，就这样而已。可是柯文哲说不，我们要在两者大人小孩之间采取美中等距。其实你的美中等距就是一种立场。所以在两岸政策上，激进党跟民进党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政策吗？哎，也不太一样，因为民党可能满足于中华民国台湾，我们激进党是要让台湾更台湾。我们希望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台湾，就是台湾独立吗？你可以这样讲。我们常用一个词叫做所谓的台湾国家完成。哎，你自己想一下，全球200个国家都被登记啊，联合国都登记有案的户口，就户口都可以登记，我们都不可以。我们只是想要跟大家一样，可以用台湾的身份去做户口登记，就这样而已。那我们把这件事情给完成，然后交给下一代，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啊。那你们这么捍卫台湾的主权，为什么你们的颜色是选红色？很简单，那个红色不是那个中国的红，中国红是他们的五星旗的那个是鲜血的红色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红是什么？你们一定要知道，台湾特有的砖头红。哦，那是400年前荷兰人所带进来的。那有一天你们成为第三大党的时候，会不会说你要投绿、投蓝还是投红？哎，你要投砖头红，台湾的砖啊红呢？OK， 好。我很想跟你继续聊下去，可是有人换好衣服了，各位。哇！好，让我们掌声欢迎比基尼版的吴欣岱娜美。太狂了啦！天哪，我目瞪口呆，我惊呆了。哇，这是你第一次办吗？但是啊，我平常疯了，我可能这个一起满意吗？不错。不，因为激进党很像那个海贼王的那一艘船。哦，对，对对对对，我有帮你准备鲁夫的帽子，可以搭一下。哇！我今天通告费真的要增加。这样还不错吗？还不错，因为你知道我怎么骗人家进党的吗？我们一起上船吧，寻找我们的 One Piece。对，人家是上船，不是上床哈。上船。哦，但船上不能酒驾，对不对？船上不能酒驾。哎，对，船上不能酒驾。你现在会害羞吗？超害羞啊！但我刚刚有喝两杯那个，现在应该 OK。因为我们收到一个资讯是，你也以前也是热舞社。对，我是阳明大学热舞社教学。哇！该不会最近有练一些舞吧？一直都有啊。有什么？有，我们脸书上面都一直有练舞的影片。嗯，对，还有零二摇。有人谢谢，谢谢你拱我。我需要人家拱，所以你可以现场来一下零二摇。如果大家很想看的话，我就跳。哇，我就是一个很好控制的候选人。对，好，那一样可以站上去，你炫死一下好不好？刚刚的 rap 真的不行。真的行吗？但是零二摇啊，我刚刚 rap 有比扯铃强吧？差不多。又摇头，那扯铃掉算是比较用心啦。谢谢谢谢。哦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哇塞，好，各位观众，我们来掌声欢迎娜美零二摇DJ Jollibee。政党票4号，吴欣岱2号，政党票4号。